当下的感动，今天的行动。你喜欢海豚吗？很多人，无论是大人或者是小孩，到水族馆的时候，总是喜欢活泼又美丽的海豚，总是想要和他们一起合照。但是最近却因为合照这个事情，而让一只小小的濒危的海豚失去了它的生命。事情发生在阿根廷的一个海边，一只小海豚很不幸地游到了海边，被一个游人抓了起来，立刻和这只小海豚合起影来。而其他的游客看到，也争相把这只海豚抢来抢去，为的就是和这只海豚拍一张自拍照。这只可怜的小海豚在游客们的手里被丢来丢去，好像是他们胜利的奖杯一样。然而不久之后，这只小海豚便再也没了生命迹象。且不说这只小海豚是濒危物种，为了我们一张可笑的自拍，却让这样的一只生命悄然离去，却又毫不知情。这只海豚还很小，它原本能够有20多年的寿命，可是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到了错误的地点，就这样被游客生生地玩死，最终扔在海滩上。或许我们在做出这种行径的时候，要多考虑一下，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，是能够和这只海豚合照一张，还是保留他们的生命。当下的感动，今天的行动，103.8 A Radio 与您一起同心学习。